What will we do with this moment? How will we be remembered? This is our future and our choice to make. I am asking you to choose greatness. 欢迎您收看川普真新闻。我们所有的报道皆引用白宫所提供的消息资料。以下就是川普总统不要您错过的真新闻。首先，福斯新闻报道说，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司法部将把与安提法组织有关的暴力行为视为国内的恐怖主义，并谴责了这个极左翼组织。在巴尔发表声明之前，川普总统周日曾表示，他将把安提法定为恐怖组织。安提法乃是反法西斯主义的缩写，几乎没有中央组织，是一群暴力的左翼抗议者，特别是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等地，经常打着安提法的旗号行动。巴尔说，随着我们全国许多城市发生动乱，和平合法抗议的声音已被暴力激进分子劫持。一些激进分子和鼓动团体正在利用局势追求自己独立、暴力和极端主义的议程。接下来，一则由 New York Post 编辑委员会的文章中写道，周一，乔治·弗洛伊德的兄弟特伦斯在乔治的死亡事发地点恳求地说，请大家和平地去抗议。他问说，如果我都没有在这里毁损商店、破坏我的社区，那你们需要这样做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仅对于鼓吹暴力的激进分子，而且对于那些抗议带领者也是个合理的问题。从曼哈顿到波特兰，暴徒一直在洗劫、砸店，目标从精品店到小商家都有。然而媒体的声音都在告诉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的。特伦斯指出，店家的损失可以被修复，但生命却无法修复，那根本不会让我的弟弟回来。而且这些行为对纪念乔治这位温柔的巨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暴徒和那些支持暴力行为的人并不会为店家支付修复的费用，保险也无法覆盖一切的损失，反而会使保险费在这些受影响的社区变得越来越高，使他们更难生存。而纽约警察局表示，在混乱中被捕的人之中，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外州，但也有一些是当地的恶棍。另外，米兰达·迪瓦恩也在 New York Post 上写道，周二晚间，当纽约市长白思豪在 CNN 上对主播说纽约一切平静时，精疲力竭的纽约警察 NYPD 却连续第四个晚上在以抗议为名的掩护之下遭暴力分子伤害和殴打。就在他接受访问时，一段在推特上疯传的视频显现出真实的街头画面。视频上，在 SOHO 区有一场抢劫派对，数百名狂欢者在被抢劫的商店周围转来转去，在汽车上跳舞。与此同时，在福斯新闻上 ，NYPD 仁慈协会负责人埃德·穆林斯却发出请求，要求川普总统出面干预，拯救那些因政治因素而被遗弃的纽约警察们。穆林斯说 ，NYPD 正在失去纽约市，而我们在纽约市没有领导权。尽管如此，白思豪和州长科莫仍然批评 NYPD 过度使用武力，并拒绝请求国民警卫队的支援。穆林斯说，我们的手脚被绑住了，我们被告知不要行动，我们的城市正在被摧毁，住在那里的民众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由于希望获得选举优势的媒体和民主党人煽动了百姓歇斯底里的情绪，警察遭受伤害和虐待，以报复一名男子的死亡。事实是，警察只是政治游戏中的棋子，正如穆林斯本周在写给他警员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好的，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川普真新闻，请您在评论中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我们下次见。